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人气 4대 女团 NewJeans 成员今天上传了道歉文。 1月19号， NewJeans 成员达尼尔在线上与粉丝们交流的时候留言， What are you bunnies doing for Chinese New Year? 因为最近在很多国家农历年的英文都在使用 Lunar New Year， 而 NewJeans 成员 Honey 也是使用了 Lunar New Year， 所以达尼尔的 Chinese New Year 就在很晚引起了争议，因为讨论这个话题的论坛越来越多，争议越来越大。 NewJeans 官方马上删除了这个留言，成员达尼尔也是非常快速的上传了道歉文。 1月19号， 我发文 What are you bunnies doing for Chinese New Year 了， 在知道自己失误后马上删除了，但是已经传给了很多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事情。农历年是包括我们国家在很多国家地区纪念的节日，我的用词非常不适当，对此深深感到反省，真的非常抱歉，以后会更加努力注意言行的。 很喜欢这简洁的道歉，都写上做错什么了，很完美。发生这种差不多的争议后，不道歉的爱豆太多了，所以真的只能称赞这个道歉了。以为会看眼色不道歉了呢，虽然刚才有点失望，但是这个道歉很棒，以后注意就可以了。对于 NewJeans 成员的 Chinese New Year 争议，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叫一下 aespa K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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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니 아닌데요， Karina， 최고의 연예인 질문만 남겨두고 있습니다. 그럼 다음 수상을 진행해보도록. 真的好漂亮，瞬间让我发呆了，可可，用电脑画也画不出来这个样子吧？脸蛋好像在说谎一样。哦，我的初恋记忆被操作了，我的初恋是Karina。<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发生沉船事故后漂流到食人族居住岛屿的大学生们。去海外旅游的大学生们因为发生沉船事故后漂流到一座岛上了，结果发现这里是与世隔绝的食人族们居住的岛，大学生们被食人族抓走了。你们好，我是食人族族长，我们虽然是食人族，但是我们不会吃拥有对我们有帮助的技术或者是学术的人，因此大学生们为了不被吃掉开始拼命的推销自己，我可以帮食人族 盖房子，我可以帮大家制造很多有用的机器。好，通过。您需要电吧？我可以帮您铺路。啊，不行，我画了一下您。通过，可以走吗？看孩子很辛苦吧？通过，我可以教你韩文字。肉，语言相关学系的人请直接站到烤盘上。我是数学系，到那里排队。我能记录你们的历史，我能治疗您的心，太没自作了吧？是吧？嗯，他们还不好说。 先弄上调味料，就这样，很多大学生们都分成了肉跟人的时候，只有造船工程系的学生悄悄地逃出了这座岛。所以大家活下来了吗？我呢？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健康再健康。